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啊，清心的神啊。咁啊，今次咧，咁啊，带大家去一个佢哋搞一个烟花嘅大会。咁啊，我啊就攞咗佢哋嘅章程同埋一个停车场嘅免费泊车。咁啊，去到嗰度我就会影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啊，今次咧系已经系第72届噶啦。是啊，因为上几届就冇举办，因为肺炎的关系啦，灾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取消。咁啊，今年就举办翻，咁啊，所以今次有得睇就比较开心啦。系啊，咁啊，到时我都会影俾大家睇啊。咁啊，今晚见啦。今晚咧就7:30就开始呢个烟花大会，就系喺呢个地方，就系慈涌温泉呢个区就举办嘅。咁啊，我很好有张可以泊车嘅券啦，咁啊可以去到喺个位置嗰度。真的很好運，因為攞到依張免費泊車嘅券啊！嚟到現場啦，哇！真係好多人啊，哇！我望一望下邊，就係個位置放煙花啦。好，落到去啦，跟住就行个圈先，睇下咩环境啊！哇，啲气氛如何先？哇，真系好多人啊，个个已经一早霸定位啦。咁啊，个场内咧都有好多嘢食噶嗰度，坐低咗啦，咁啊，影下个环境俾大家睇下。一陣間就會在我前面這個位置，這個位置就會放煙花了。那一陣間我就拍某些啦，不要拍成全場啦，是啦，一陣間大家欣賞啦。啊，開始啦，煙花，大家細心欣賞啦。突然间咧，我个麦唔知道发生咩事，系无端端冇声嘅，唔好意思啊，各位。因为我坐个位置比较太前啦，睇啲烟花咧，好似飞紧埋嚟咁，嗰种感觉真系好正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咁啊，嚟紧呢一转咧，就系最后最后环节。但系咧，个麦又唔知发生咗咩事，发咗癫，又冇声。講翻今次咧搞依個煙花大會咧，係每年咧七月尾咧就會搞一次嘅。咁因為隔咗成三年啦，因為疫情關係係取消咗噶啦。咁啊，所以今次咧，今年就可以搞翻咧，咁就比較大家都好開心咁樣去迎接依個咁嘅煙花大會啦。咁啊，所以就如果嚟東北旅遊嗰啲朋友咧，咁如果你趁啱依個咁嘅日子咧，咁啊就最好啦。咁啊，嚟到依度叫做淺松温泉，咁就可以欣賞到佢哋嘅氣氛同埋煙花嘅。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来到的话，最好就是早点来霸定个好位。如果是霸定个好位，最好的时间就是你五点零钟去这个位置霸，就去开始的时间就是七点半的。其实早点去都不怕，因为入面都有东西吃，可以当吃埋个晚餐都得了。咁啊，睇完嘅煙花大會啦，咁啊，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？咁啊，今次係第一次喺日本要喺呢個叫做淺松温泉睇煙花啦。咁氣氛真係非常多人啊，同埋都幾好睇。好啦，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最緊要係訂閱我個頻道啦。咁同埋 share 俾啲朋友，撳隔離個鐘仔。咁有啲乜嘢新片，我都會介紹俾大家。咁啊，下次再有啲乜嘢新嘅地方同埋新嘅嘢，我都會介紹俾大家。咁啊，下次見啦，拜拜！多謝收睇，睇到最尾，你哋，拜拜。